就一丑逼。你凭什么骂他？我问你。因为你也是一丑逼。你是不是爷们儿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一老爷们儿？让人家滚蛋一半扫，也听不懂是吗？他惹到你什么了？我问你。你可以不扫，我他妈摆手没看见吗？你不会好好说呀？你凭什么要骂他呀？那你有摆手没看见了吗？你凭什么骂他？哎，你骂人你怕不怕折寿呀？骂人你怕不怕折寿？帅我现在那个啥？全民年报警吧！啊，我们动你了吗？动你了，你妈你给我报警了！啊，跟谁俩呢？等着。等着。等着。跟我动手呢？你妈是跟我动手？我手机拿来行不行？跟我麦逼动手啊！你他妈能不能讲点道理？你是不是男人呀？麦逼，你来报警一试，臭逼娘们！你诽谤我，为什么不能报警？我又说你他妈臭鸡巴鸡了，怎么了？还有你，给他多大手机啊？陪同的臭娘们！你什么呀？等着给你，等着，别他妈着急，臭逼娘们！看他妈前人地底下那东西了吗？一帮外地逼，操你们妈的！你北京的，你就了不起啊？我操你妈，知道吗？狗鸡巴玩意儿！你北京的，你了不起啊你！等着，别动！本着就等着呀，到了。We are ready at 建德门 station。啊！我操你妈的！啊！妈逼的，起来！你有病是不是？起来！你他妈有病是不是？你哪个疯狗呀？你他妈再说一遍！别逼我打你，知道吗？拿你手机，拿你手机走，拿你手机走人，拿你手机走人。手机拿来，下去给你，你下去给你，你还有五秒，五，下去给你。手机拿来，我下去。下去我给你。手机拿来，我下去。你拿来我下去。下去我给你，听得懂人话吗？这门哪关了？